青蛇很是不服，立马现出原形，他狠狠地瞪着白素贞，白素贞却只微微一笑。你以为我千年白蛇还怕你这小青蛇吗？一青一白打了不到三个回合，五百年的小青蛇便不是对手。白素贞抬手就要灭了这个害人的青蛇妖，小青急忙道出了事情的原委。那天长生的母亲来到女娲庙为儿子祈福，因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临走时就想带走贡品回家给孩子吃，而那个刚被小青啃过的苹果她还是舍不得扔掉，坏苹果就留给自己吃吧，这才意外中了青蛇妖之毒。原来不是小青蛇害人，眼看小青主动交出解药，白素贞也就原谅了小青，拿回解药瞬间就救活了长生的母亲。然而两蛇打斗妖气显露，执着的法海拿着金钵赶来，一定要收了这条青蛇。小青不服，但他五百年的道行哪里是这些高僧法器的对手，眼看小青就要被金钵收了进去，危急时刻白素贞及时出手，从法海眼皮底下就走了小青。他知道小青是条单纯的好蛇，可不想自己的同类就这样断掉五百年的修行。小青感动不已，从小到大只有娘亲对他这么好过，然而自从那天娘亲不知道害怕什么，将小青安放在一个笼子里，然后将他抛到了杭州山下，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娘亲了。他本想修得男儿之身，以后好保护娘亲，可为了报答白素贞的救命之恩，他不惜提前中断修炼男身，转而化作女儿之身，与白素贞以姐妹相称，两个女人一起更加方便历练红尘。而另一边，许仙一看这白娘子也太神了，自己中西医结合数十天也没能救醒的人，她居然一秒钟救活，于是整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，脑海里尽是白娘子。还好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在一年一次的灯谜会上，两人误打误撞竟然撞到了一起，这就是缘分了。可浪漫不过三秒，整个街道就妖气重重，原来是修炼三千年的蜈蚣精在满大街的乱捉孩童，恰巧被前来抓蛇的法海撞到。谁知这三千年的蜈蚣根本不把法海放在眼里，即使他有金蝉杖和金钵护身，也终究是抵挡不了这三千年的妖。眼睁睁看着众多孩童被蜈蚣精抓走，法海也只能罢了。第二天，城里的百姓都纷纷找上衙门，他们的孩子接连不断的丢失。许仙的姐夫李捕头也很头痛，这些家长连抓走孩童的人是男是女都没看清楚，他四处查找也是毫无线索。正在这时，他在街上撞见法海大师，自称昨晚与抢孩童之人交过手。李捕头高兴的连忙邀请法海去家里详细做个笔录，可是金蝉杖突然转起，门外又有妖精来了。法海跟随着蝉杖一路追到许仙跟前。施主刚才与何人相伴？为何身上会有妖气？